唉，怎么样？这场子还可以吧？还不错啊。喜欢就多来玩啊。怎么样？学校现在会混得怎么样？是这样的吗？你那佛地魔，对起，招式在那个。输压的，啊！不要怕，不要怕，啊！没有，没事，没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好，我会骗你啊，很舒服了。Thank you.
这些朋友需要光，你的关怀就是光，你的故事也是光，你的剧本就是光。2017年3月25号，我们阳光关怀协会正式成立。这两年来，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青少年进行很多的辅导跟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每一个人远离毒品，拒绝毒品。我们的剧本甄选活动就是盼望台湾各界优秀的创作好手用你们动人的文字写下令人感动的故事，然后影响我们更多的青年学生，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知道不要去轻易的触碰毒品，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光明的路上去，用你的关怀为青年人创造阳光。写吧朋友，写吧。